然后既然你入围就搞过去了，大家才看得到，搞过来了，对，这样的，那个地方哈、哦，真是创不到了。啊，你先别去了，谢谢，去家了哈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带逛，我带逛，因为这里面哈、哦、压不到哈、哦，这里面痛压不到，高能擦不到的，那怎么擦哈？很简单哈、哦，看这里，因为这擦不进去，就去不了牙根，这一擦哈，它揭开，这去不了，这个气流要塞起来。OK， 照你的。哦，安尼照。对不？照你。所以高雄这也算两年，有两年，这两家两家，啊，这两年。好，哪一个男生衣服脱起来，来当模特？好，我先买一身的。我给体会了，主要是体会了嘛。那起不了嘛，起不了哈，起不了啊！所以你这个爱就高起来。好，好，现在来，我转一下哈，转换，这个转了，叫你摸一下，安尼起不起来哈？啊，这还塞哩，这起高起来，塞哩，安尼才起哩。安个乱的。哦，才起哩，啊，无你这两年你起袂起袂，哦，才起袂起，哦，但是他，我看是。因为你要了解啊，苦行是一个虐待法，因为哈、哦。年轻都被欺负哈、啊，现在哈、哦、又把别人欺负过来哈、哦，所以我就看他这样，就这样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哇，太棒了，真袂痛。这样捏捏，这边捏不起来，代表他这个位置是不是这边？对。这个地方是肺部，假使这个地方捏不起来，是心脏。表示心脏的毒素排不掉，这边的肺部的毒素排不掉，所以你捏，假使都捏不，那人家才会痛。像这边这样，这点捏不起来，硬硬的，这点是这，这个刮刮，这点里面毒素就多，毒素很多，哦，捏不起来。都不对，啊、嗯！所以为什么我叫你说用那个棍子，这条，嗯，这两条、四条，要不要把它搓到怎样？捏起来，轻轻捏起来，都没办法拉起来，都拉不起来，啊、哦，拉不起来，哦，你硬爱讲这条架吧，是吧？松垮。Q 弹无力，皮肉要分离，还知无？哦，去路，你若无迄个棍啊，扫去个哦，这有等棍啊，或者水果去，或者壁角去，路边角，还知无？要不要花钱？不要，只是要花时间。我只告诉你方法，而且是百分之百有效，啊，不会受伤的，好不好？这边。家里面有小孩子，七岁以下，请你用这样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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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把捏到这边来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他这边背部，我一摸他，就知道他内部的毒素怎样，很多，很多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哦，老师，自己就拜托。我不愿意做，我不愿意做，我是叫你自己做，我不愿意做。谢谢。哦，我跟你做吼，这个公民记者报出去吼，啊，伊吼，我就爱去哦，谁就卫生就讲我是秘医啊。
老师，你刚说七岁的小孩是什么意思？由下往上捏，他几乎很少生病。啊，由下面由屁股沟那边这样，两手这样捏紧，捏上去。七岁以下才可以。不是啦，七岁以下是由下面往上，其他由上往下。哦哦，小孩子一由下往上，大人上下都无所谓。哦，啊，你多啊，你多疼，多疼常常多多好。哦，你这时候来看你的乳房刚刚好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刚刚好。哦，这时候看到乳房刚刚好。哦，男生女生都一样哈。假使这一条，这一条，我这样一捏，很痛呢，我很痛呢，被捏过。他泌尿道系统一定是出问题的。啊、哦，就是这一条或者这一条，乳头这边，这边，他不能痛，他硬邦邦会痛。哦，这里。哦，那泌尿道系统这边的小问题，然后正中央，正中这边，胃跟胆消化系统，另外来个硬硬，这就这啊，我零九啊，整个我把那抓下去吼，吼、哦，都头发扛起就，我唔绑，你去别给他收到，我唔，我叫一挂先生哦，去别抓，两个人在那个里啊扛起就，扛到尾吼，老师就在那里啦，我咯，我站住我啦，跟海明马口哦，下午什么事发生的？他从开始哦，到我呢，我就马上去，有衬衫，他就笑，我给笑了。啊，还是恁要靠边的，啊，基本上老师，好嘞，两个人恁练了了，基本上断一断，断一断，哎，都安怎练都袂停，啊有诶，老师，啊我去学医生管弄，但用做马街吼，伊话侪年伊袂好，我一知影，就是迄是真脱掉啦，经络堵住，他到了胃这边不舒服，好，乳头旁边这一边，这边捏起来，这一条线，哦，乳头旁边这条线，这叫皮。压力，一日都不背。这个时候代表他会痛，代表他的血管一定是脏的。哦，血管一定是脏的，他的造血功能一定是不大好的。哦，旁边这边，最旁边，淋巴跟胆，这些啥？哎，阿伯呢？你搞定我，搞定谢老师呀、啊！你这，我阿伯前面叫两只手，叫两只，你做的呢？今天烫掉呢，个下个大细声。你讲叫我改过来，我是讲阿伯做的吼。烫掉。好，椰子哦，谁有椰子哦？一点点给我。来啊，我怎么捏？我就是让旁边后面加衣服脱下来，啊、哦，这样。这样啊、哦。用力。你看丢
今天都弹到呢，啊，你嘛，你嘛学习，哎，记得啊，乳头不可以碰到，啊，各位女士啊，假使你们真不打通，身体很多是不止乳房得肿癌症，而是内脏也都受问题。师兄，别吸罩杯的。升级了。各位看看，刚刚里面硬硬的，现在里面 QQ 的哈。啊，各位，其实我这十七年来捏过6000多位女生的乳房，我每次捏乳房的时候，每个女太太、女士，我捏下去的时候。都是哀哀叫叫惨叫的，捏到最后了，竟然不是惨叫，而是微微的微笑。因为当他乳柱打通以后，他的血液循环怎样？会加速，会循环，会很快乐。所以乳房那个地方，我不把它认为性器官，阴部和妇科上的性器官，我把胸部跟腹腔，我把它两个地方加起来当做情绪仓库。你把它抽开以后，你的身体会更健康，因为那是你可以所掌控的，它控制你75%的疾病，所以你必须去面对自己。因为胸部、腹腔、阴部是谁的？自己的。自己的。我们几十年来的教育一直脱离现实，一直在骗我们，说那个地方女人的胸部、腹腔、阴部是男人的，是完全的错误，把女性物化，把女性物化的国家是最悲哀的。女性要人格化，要主权化，女性的地位一定要比男性高，成对。哦，这是一个社会，正常的社会。因为宇宙把女人生下来，到24岁，脑细胞才不停止成长。男生20岁就停止成长了。哦，男生有男生的优点，你体力比较大；女生是智慧。哦，啊，绝对要了解一个问题：男女两间是互相互惠。不要用互相利用，是互惠的。哦，每一个人有他的主权，所以韩国这次的女权运动，把同奸那个那什么通奸除罪化，这是一个全世界一个典范。因为他用的法律不是男女平等权，他不是，他用的是。女人的身体是属于私密的自己的所有权，公权力不应该干涉，因此他们宣判他是违宪的，因为法律不应该干涉女人身体的自主权。所以韩国这次的文献确定是创了世界一个记录。而以前欧洲是以男生可以去找女孩子做爱，女孩子不可以，所以他们用女孩子也可以，这平等权，平等权我觉得不大妥当，还是回归最古老的宪法武力王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两个地方你抽开以后，你会发现到
男生女生都一样，这边抽开以后，你整个情绪会改变，你生活作息会改变，因为你人生看法会改变，你会对任何事情不是用思维去看，而是用角度去看。所以刚刚那个先生，你右腿那个，你先拉筋，拉开以后你就会开了，但是。